刚刚讲冰山一角哈，好，我要看前面，来，接下去我们开始完蛋了 ，OK， 好，来，现在听我讲哈，除了研发哥哥在补充研发之外，哈，其他的人请专心注意。好，其他哥哥请注意听二等要发什么东西话。来，我们接下去呢，哈，我们要完蛋，请注意，请不要把蛋打破，打破了你等一下你就没得吃了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我们每一组哈，我们会发两颗生鸡蛋，两还有一颗熟蛋，哪颗会打破的？啊，两颗生的，一颗熟的。这个鸡蛋我们一定要玩过之后才能吃，才能拿来煮。刚刚我们朱信吉老师说，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鸡蛋拿来煮？我说这样不好玩，我们一定要玩过的蛋才能拿来煮 ，OK？ 这叫做资源回收。啊，我以前在国小玩蛋的时候，我们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玩蛋，因为他们有各种蛋料理。你知道，今天玩完蛋，他们就会把这个蛋呢煮掉。他们就办事教室都有那个蒸饭箱，有没有？他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蛋料理。OK， 哈，所以我们蛋一定要玩过才能煮哈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玩呢？哈，我们第一阶段有好几个阶段哈。第一个阶段比较简单哈，来蛋拿来之后呢，哈，有生的跟熟的哈，怎么判断？你不要说打开来敲一下就知道谁是生的谁是熟，这种方法不好。来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生的跟熟的？摇一摇。把蛋生了之后，把它打破吗？打破。是，把它怎么？蛋壳先把它弄出来，再把它弄出来。没有啊，那就是打破了。马西，你讲的我们到第三阶段会做，你的方法我们第三阶段会做哈，现在不可以用那个方法哈，来。摇一摇生的蛋，里面蛋会感觉它在动，然后熟的蛋会不会动？好，他说用摇一摇的哈，你不要摇得太过分，你要把蛋白跟蛋黄全部摇在一起，这样就不好了哈，轻轻摇可以哈。还有呢？刚是你举手吗？好，用转的哈，来，好，我们除了第一个哈，盘子哈，等一下哈，那个发东西的同的那个哥哥姐姐哈，要注意一下哈，来，生蛋给我一颗，我拿熟蛋好，这是生的，这生的哈，我也搞不清楚哈，来，你的盘子哈，第一个哈，我现在表演不太好，表演哈，是，来这样子哈，来在桌上哈，我们把蛋子拿来转。拿来转，好，为什么要盘子？因为它有个边界嘛，对不对？它不会转到美国去哈。好，就拿来转 ，OK。然后生蛋跟熟蛋呢，都拿来转转看，看能不能分辨出谁是生的，谁是熟的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哈，第二个哈，既然转，就顺便看能不能立蛋。不是要端午节才立。现在不是端午节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看能不能立蛋，把蛋给立起来。立蛋有很多种方法，只要它是这样，就叫做立蛋，哈。哎，那以前我们在那个一个学校玩啊，都是跟妈妈玩的，那些妈妈就很厉害，他们就把这个蛋呢，杯子有水，对不对？都装到里面去，然后它就立起来了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然后生蛋跟熟蛋都在水里面。刚刚你不是看冰块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把生蛋、熟蛋放到水里去，那个蛋会露出多少？就是水哈，水哈，然后把这个蛋呢放进去哈，放的时候请注意要很轻的放，你不要再给我丢下去哦。好，轻轻的放进去之后，那个蛋呢是跟刚刚冰块一样，是会浮起来还是会沉下去？等一下你观察看看哈，那生的跟熟的会不会不一样？你的两颗生蛋会不会不一样 ？OK 哈，然后立蛋呢，一个是就是想办法立起来哈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你转到它就可以立起来，转到可以立起来，听到没？人家看谁比较厉害哈。好，来，我们 PPT 不见了，对 ，PPT 我看什么？我不要写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蛋呢？我们拿出你的蛋哈，生蛋哈，先做个观察哈。来，你的蛋呢，一边比较钝，一边比较尖。对不对？为什么母鸡生出蛋要一边煎一边炖？当我
或深圆的？比较好深。比较好深。这个答案还不错，不过下次我们去找只鸡来问问看，来。鸡不会讲话。比较好伸出来，是不是？鸡不会讲话。鸡不会讲话。好，它一边一边比较尖，一边比较圆，哈。那我们曾经就有爸爸呢，拿出他的手机来看这个鸡蛋，好，手机上面是不是有灯啊？他给他照一照，看能不能照出什么东西来，这也可以观察 ，OK 哈。那有些蛋呢颜色比较浅，有些蛋呢颜色比较深。哇塞，这不只是深哦，这还比较大颗哦，是谁生的？鹅妈妈生的，这是鹅妈妈生的蛋哈。那鸡妈妈也有生这种颜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鹅妈妈生的哈，这是鹅蛋哈。那是谁生的？这是皮生的，老皮生的哈，皮蛋鸭蛋。好，那鸡蛋它鸡蛋有不同的颜色，蛋黄那个妈妈都知道，有的蛋黄比较黄，有的比较红，有的比较不黄，对不对？那个怎么样的蛋黄比较好？有人说深色比较好哈。啊，蛋壳什么色比较好？有人说深色比较好哈，那都是要骗你的钱的。OK， 鸡蛋的壳跟鸡蛋的黄蛋黄哈，它的颜色完全是跟它吃的饲料有关系，还跟它那个鸡的品种也是有关系。那它如果譬如说给它多吃一点有胡萝卜素的东西，它出来就比较红。OK， 那这样看起来就可以卖你比较多钱。哈，好。颜色是那个，只是这样而已。然后放下去，然后在上面又放黑色的，它是暗色的。没有关系啊。熟的。一样啊，它的那个。这个是要吃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吃的。可是那个熟的比较会长，对，感觉是熟的，感觉是熟的比较会长，熟的很会长，对。可是我刚刚转身的也蛮会转，为什么会立即起来？快是不是？转到很快吗？啊，要立起来，马上就可以立起来，要立起来。然后你接下来你要关，老师，那我要学学，我想要让我们一个弟弟玩吗？对对。对，要熟，快点转啊！啊，你要转弟弟，那你不能教弟弟方法吗？你会教我们妹妹，你不能教弟弟。你妹妹啊，我有教。哦，那你是姐姐吗？我知道。哦，多几年级？四年级。哦，一样大。他是九岁，一家都是九岁的，在家。你还大一点，还是小？好，来安静哦，我验收成果哈。熟蛋给他转，然后又可以立起来的，举手。哎，那一半都还没有啊！哎，这一半有了哈，那一半来，好，你们放下。这一半熟蛋，给它转，然后又有立起来的，举手。哎，比较少。好，等一下你们加油哈。来，熟蛋给它转，它会立起来哈。来，那你立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观察一下，你熟蛋转然后立起来哈，它是钝的在下，还是尖的在下，还是两边都可以？钝的，有没有人尖的可以朝下的？哎，这边有人可以尖的朝下哈，他们可以做得到，你做做，他也是这样啊。哎，他们可以做得到，你们就做得到 ，OK？ 啊，哎，这是熟蛋，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好。
好，现在哇，大家都不晓得蛋可以这样子玩哈，要吃蛋之前要先转它十圈才能吃哈，先玩蛋才能吃蛋 ，OK？ 好。吃到不能吃掉，现在吃到你都很有实验器材了哈。好，哎，你们还不要继续玩下去？好，请安静，请安静，还能继续玩下去哈。刚刚玩的都还不算什么，那个你回家一下就可以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现在精彩的在后面 ，OK？ 好，现在有两个活动要做。来帮我切 PPT 好不好？好。通常人家会那个妈妈们会特别注意哈，来注意一下，网络上有很多的消息哈，会说，来现在先不要玩蛋了哈，来蛋新不新鲜要怎么看？不知道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看外壳。色泽。放到水里，你刚刚已经放水里了，你知道的。摇摇看，啊？摇摇看。有妈妈说放到水里会浮起来，不新鲜。还有呢？摇摇看。摇摇看。外壳粗糙。外壳粗糙还是平滑哈？来，网络上有人哈，他有一些消息哈，他说网络上有些东西不太正确哈，仅供参考而已哈。来，有人说这样哈。把蛋放到水里去，哈，然后呢，它有的就会沉，有的就会浮，哈。那我就去看我这个蛋新不新鲜，哈，我就给它丢进去。那是臭蛋，我那是臭蛋。好，我再丢一颗哈。这一颗都不能这样丢了，有点危险哈。来，哎呦，这颗是沉下去的，对不对？哈 ，OK 哈。好，刚刚你的蛋丢进去是沉还是浮？好，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让它浮起来，可是它不会瞬间变不新鲜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等一下让它浮起来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功课哈，浮起来没什么稀奇。第二个功课要让它不浮不沉，就是刚好在这个杯子的中间，载浮载沉，不浮也不沉，不是载浮载沉，是不浮也不沉，然后再让它在这个水的中间 ，OK 哈。好，来，这是你的第二个任务。第一个任务是先让它浮起来。浮起来的那个任务叫做，记清楚啊，叫做露点任务，就是让它露了一点点出来，叫露点任务，让它露点，看你可以露出多大点 ，OK 哈。露点了之后，第一个叫露点任务哈，第二个呢就让它不浮不沉 ，OK 哈。好，要怎么去达成这两个任务？然后怎么做啊？要什么材料？我们哥哥才能发材料啊！来，加盐巴，你们都有盐巴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哈，那就可以加了哈。搅拌的时候不要搅得太嗨，等一下蛋会破掉啊。好，现在给你五分钟。然后点了没？我点了哈。我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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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妈妈看。有光谱点上来了，但是没有整个浮起来，因为是盐巴不够呢。你不要再玩了，漏了，那就让你搅拌。对，好，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我的还有好多耶，还没有搅拌过呢。赶快搅，那么多再请吃的吧。
的啦，我的腿在搅拌。我们接下去还有更好玩的哈，来，在更好玩之前，我们要先讨论几个事情哈。来，第一个，你刚刚蛋不服不成的时候，等一下观察一下，现在蛋呢是躺着还是站着还是斜着，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？哈，好，来第二个，来第二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来，注意听哦，第二个问题哈，刚刚。你露点的时候，刚刚那个蛋露点的时候，哈，露了多少点？你能不能让它露到，譬如说有半颗在上面，半颗在下面？可以的话，回去做做看，回家用你们家的盐巴，因为我们这里的盐巴都被你们用完了，啊，回家用你们家的盐巴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让你的蛋露多一点点，比如说有三分之一在上面 ，OK？ 好，来第三，刚刚我不是叫你们立蛋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蛋已经立起来了哈，那个香水箱里面哈，我把蛋糕不是把蛋丢进去吗？对，它就站在那里了。OK， 你们家也一样，丢进去它就站在那里了，很神奇哈，它就站在那里了哈。还有一颗呢。后面那一颗是斜在那边的，哈，一颗站着，一颗斜的，哈，好，没有机会，我就这样丢进去了，你还不相信？你如果怕我有机会，我再丢一个给你看，哈，就这样，丢的时候请你爱护一下它，不要啪下下去，哈，轻轻的给它放进去，哈。啊，哎，它立起来了，哈，来，这个也是立蛋之一 ，OK， 哈，好。来，接下去我们来玩更好玩的哈，在更好玩的，好，我先讲好了哈，来，先讲哈，你先不要动手哈，先讲哈，先听哈，我先看一下我的材料哈，来，等一下我用这个杯子哈，算了，我还是用这个杯子哈，不对，这么少杯。要用哪个杯？这个，哦，这个杯，可它当然不是这个杯啊。没关系。没有，好，要这个杯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等一下让鸡蛋 SPA， 我们什么叫 SPA？ 你们在 SPA 里面有一种我最喜欢，就是那个躺在那边很多泡泡哦，然后就好舒服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先把蛋当做自己哈，有的蛋呢，这是手熟的吗？手熟的。生的捞一颗出来吧，美华捞一颗给我。好，用生的哈，生的来做实验哈，熟的因为等一下要吃了哈，来，等一下要吃，所以我们尽量用生的来做哈，来，好，等一下看谁先哈，来，哎，这里，这个东西哈，等一下，哎，注意听哦，等一下我们小苏打哥哥会发这个给你哈，好，小苏打哥哥在哪？苏打哥哥在哪？没有人举手啊，他们都是来。这个叫做小苏，看我这里小苏打粉啊。小苏打粉呢，它的化学名字叫碳酸氢钠。OK， 那这个盐巴叫做什么名字？氯化钠，都是钠，对不对？哈，盐巴它有没有人偷吃？有。啊，很好，不可以叫你吃，只会先吃，对不对？好，有记得味道，对不对？哈。来，小苏打粉呢？这个，这也是食用级，你也可以偷吃一点，不要吃太多哈。这样，好，偷吃一点，看看是什么味道，不要吃太多哈。好，这可以吃的哈。然后把小苏打粉呢，加一点。好，你要先。好，加到杯子里面。好，我都是随便加的啦哈。来，我没有，然后呢，不是加水。我的醋呢？来，这个呢是勾盐醋，因为你们人很多，所以我买那个大桶的。
大桶的啦。没有，都装好了。对，不是大桶牌哈，大桶的。OK， 好，公园处哈。那因为它很大桶，所以我们一组装了一杯这样给你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再来找醋哥哥。谁管醋的？谁？最爱吃醋的姐姐。好，找这个吃醋姐姐呢哈。来，如果你不够的话哈，来先我把这个大桶醋哈。来，看前面了，看前面啊，注意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看没有？然后就看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啊。这个爆炸吗？香槟来了！哇，这个叫做汽水。这书你打通，这汽水你打通吗？洗澡。洗澡。如果你嫌水不够的话，加一点水也可以哈。加加很多，啊，醋再来，啊，醋把倒，醋把倒。来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。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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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好。等一下。好。不要太兴奋，等一下还没完。好。等一下你就看到它慢慢的从混沌变成很清爽的地步哈。好，如果你们那一组呢有两个杯子三个杯子，建议你合起来就用一个杯就好，这样可以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它可以洗得比较爽一点，就水比较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蛋呢，它就很快乐的在那边洗狗狗。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运气好的话，你等一下可以看到你的蛋会上来，又下去，再上来，再下去，不是每一组会看得到的哈。泡泡不够，你的醋跟那个配的。OK， 所以你们如果一组有好几份材料的，建议你把它合在一起，一起做。OK， 好，来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你们先开始做，来。刚刚这个汽水你不敢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做汽水给你喝哈。哎，现在他们在发材料，你们看我这里，哎，那个美华姐姐，我们的柠檬呢？哎，这个长得很像蛋的，这个叫柠檬哈。我们现在要切柠檬。好，我做柠檬汽水给你喝啊。好，材料先发，你先不要动哈，我们先做柠檬哈，然后我们这边在压柠檬汁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好，材料都发好之后，告诉我们再开始动作哈。小苏打发了没？好，那你们先坐下来哈。那个你们桌上的那个盐巴水，请先倒掉，蛋要留着。盐巴水先倒掉哈，来，蛋要留着。好，盐巴水请倒掉哈。有水桶哥哥帮你服务哈，我们有水桶哥哥帮收集盐巴水，然后有醋哥哥发醋。哎，你就直接给他们一大杯醋就好了。好，材料我们先 check 一下材料哈，来，我先 check 一下材料是不是都有了哈，来，你的盐巴水都倒掉了，请举手。好，很好，我们水桶哥哥已经都执行完任务了，来放下。第二个，请拿都有拿到小苏打粉的，请举手。小苏打粉，就是那个纸杯的，这个。
好，这边没有哈。来，好，第三个有醋的举手。有醋的，大部分都有了哈。来，好，少醋的来，好，放下，放下，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不要坐哈，先不要坐，先看我这边。好，来，先安静，先安静，先安静。来，我们来做柠檬汽水哈。来，刚刚那个醋汽水你可能不敢喝。其他喝也可以啦，哈，不太好喝哈。来，这个是刚刚现加的柠檬汁 ，OK。我们把柠檬汁加小苏打粉，汽水不是有的叫苏打吗？对的，哈。来，我们就把小苏打粉呢，刚刚剩下的把它倒进去哈。来，然后老师要做汽水给你喝哈。我把柠檬汁，你刚吃一颗还半颗？哦，一颗，这下去可能太酸了。好，我们倒一半哈。来，我们的汽水就来了。当然要稀释一下啦，这样子才会，要不然太伤成本了，对不对？好像雪碧啊。好像雪碧哈，来再加一点水，再加一点水，不能加了，它快满出来了。我的小苏打加太多了。哎呀，赶快啊！然后等一下呢，加一点水，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呀？方糖，好吃吧哈？等一下谁很乖的给他吃哈，方糖再加进去。要加几颗才够才够甜啊？青玉加几颗？青玉加十几颗哎、欸？看，他说是黄金比例啊。黄金比例，我刚加了三颗了，四颗了，好了，我加五颗好了。好，来，刚刚泡泡完之后发现根本没多少，来加水稀释。这汽水啊，这是可以喝的水，刚刚我们去装的哈。好，这样够了没？我说我做东西都随便做的哈。来，这道搅一搅，这就是汽水了哈。好，这汽水了哈。有兴趣喝的人这样喝哈。有兴趣喝的是这样哈，这个吸管有没有？谁要来？这样子哈，这样子。有没有？妈妈按一下，有没有人？妈妈过来喝喝这样。妈妈，你们自己用还是我帮你用？自己用，来来来。对，这样一根吸管大概可以喝哈，这边还有吸管。对，叫我对。柠檬汁的味道，对。来，爸爸你滴好，来。哎呀，好，要喝汽水了，这边剩下你们开始不够酸，我再加柠檬。准备方糖这边有哈，来，现在先做你们的鸡蛋 SPA， 然后一人只能喝一口，喝完不可以再来排队，请啊，一人只能喝一口，喝完不能来排队，太好笑了。那先做 SPA， 对，用汽水精灵回家自己做一份。那个小朋友不要紧张哦，我们待会会把那罐发出老师做的这个柠檬汽水，用那个小的试用杯拿到每一组。对，一般大朋友也很想试试看。
颗蛋，三十颗哈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弄？一家交一交一颗吗？那一家如果很多人吧，小苏打粉其实很容易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哈，好。红色的草。来，那你们泡的蛋哈，有的人今天带来哈，泡的还不够，时间还不够哈。泡到够的时候是长这样，短一短一短的，很有弹性。OK， 好。那这个，我想你们一定会有很多问题，我怎么带来？那边就有人很聪明，那我记得是那边的吧？他们把它装到塑胶袋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打个袋过来，这样才不会一路上奔波，然后那个袋破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保护得很好，那个袋到这边是完整的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也是我原来出这个功课给你的目的之一，看你怎么保护这个袋，保护到这边来。好，那漂亮的时候，等它差不多三天，就差不多泡三天哈，它壳就差不多去掉了，把它手轻拨一下，就是这样很有弹性，就可以每天拿出来玩，玩完了。这泡水哈，放冰箱，明天再拿出来玩，玩到破为止。对，已经没有喝了。OK， 好，真的很好玩哈。来，啊，这是做汽水哈，刚好做过汽水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把蛋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会变成茶叶蛋。哇。哈，等一下会变成啊，那你们如果那么吵啊，人家电锅生气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。那接下去呢，我们要把蛋给分开来哈，所以先不要动手，先听我讲哈。第一个，爸爸妈妈不要动手哈，因为很多小朋友没这个经验。上总是遇到一个大学生，他都不敢把蛋打破。OK 哈，把蛋咔咔敲破，然后把它摊在你的盘子上面，你就会发现蛋白、蛋黄跟蛋壳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第一个先看你的蛋壳，有一边呢。等一下，我说等一下，先都不要动哈，先观察你的蛋壳。那个蛋壳呢，有一边它是有气势的，
好，然后呢，从那个方，从那个气室那边呢，你可以把蛋膜撕下来。蛋膜 ，OK， 好，那个蛋膜撕下来之后呢，你把沾一点蛋白在鼻子上面，然后把蛋膜贴上去，就叫做妙鼻贴。你看那个阿嬷就这样贴的，好，阿嬷说这样很有效哈。好，然后你现在拍子里面是不是有蛋白跟蛋壳？不是讲错了，蛋白跟蛋黄。好，现在我把蛋白蛋黄分开来哈，就是这样哈。你们不是有这个吗？好，这个是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子对着蛋黄，对着蛋黄，咔嚓，吸它就进来了。OK， 啊，不用不用真的吸，因为蛋很珍贵，现在蛋不太够。好，就是对着它这样吸，它就上来了。OK， 那你如果有很多颗的话，就可以吸一堆。OK。好，那剩下的是不是蛋白？同一桌的可以把你们蛋白可以收集起来。等一下，如果收集起来干净的话，哈。做蛋糕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好，你坐这里好了。好，蛋白除了你粘到鼻子上之外，剩下的哈，你可以交到这边。蛋白姐姐，蛋白哥哥，谁？又是你。啊，多多功用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打 ，OK， 好，那蛋黄，我们今天做的东西哈，既可以玩又可以吃。蛋黄，我希望你们可以的话带回家可以做，可以煮掉吃掉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倒掉它，多可惜啊！或谁家要就一起收集，可以带回家做 ，OK， 回家可以做蛋糕，好，来。就这样哈，这是打蛋的哈，这是打蛋的动作哈，然后这个就是对着它就可以把蛋黄吸起来。如果你们家有两个小孩的话，吸起来就要吐出来再换下一个吸。OK， 这样没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，给你十分钟，我们接下去更好玩哈。好了，好了。掉了。分开就好啦。破掉了。哇，现在对着我来玩，还有机会。失败的话，我会和混蛋哥哥去帮你收混蛋哈。还有，混蛋哥哥混蛋。
来就不好了。放掉。刚刚又来又回。可以啊。哎，你看，熄火了。因为他已经熄火很多次了啊。我只刚买半天洗。再把它放回来。好，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收拾一下残局。你的混蛋交给混蛋哥哥。你的蛋白蛋黄分开的话，蛋黄可以把它装起来，蛋白交给蛋白姐姐。我们要收拾一下残局。请妈妈准备吃。很漂亮的。好。啊？三百蛋。好，来，现在，好，你的蛋白、蛋黄跟混蛋都处理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盘子先稍微擦一下，盘子我们现在先擦一下哈。然后蛋壳把它弄碎。当。蛋壳弄碎，哎，我们要充分利用哈，所以蛋壳要做实验哈。来，好，卫生纸请节省使用哈。哎，要不然等一下你卫生纸不够用哈。好，来把你蛋壳弄碎哈，所以你现在剩手上。熟蛋对不对？生蛋都毁了对不对？啊！蛋黄留着自己玩。对，哦，可以了，都可以发。跟蛋壳一起给它弄碎哈。然后把你的蛋壳，哎，祝哥哥，你家的那边还没有吗？哈，好。哇，我们这么多蛋，我们可以煮蛋花汤耶！等一下，去蒸蛋好了，蒸蛋来。混蛋太多了。那个蛋白姐姐，我们的蛋糕的成分够了吗？哎，这个还要再高一点。哎呀，谁把那个蛋白混到蛋黄混下去，那我就要不能做蛋糕了哈！来，那就一堆混蛋了，来。哎，那混蛋他们煮了，他们敢吃吗？我说混蛋煮了，他们敢吃吗？你们敢吃吗？那个混蛋你们敢吃吗？等一下煮这混蛋。